主席，我请时间暂停。委员要喝点水。主席，我可不可以喝水？可以，那边是你的事，没有问题，请。席日两个人呢，之前不是2016年的时候才在议会为了喝水还互骂对方是流氓这件事情而翻脸吗？不过现在的质询台换到了立法院，两个人是和平相处，还特地问了一下韩国瑜可不可以喝水，那么韩国瑜也给了王世坚方便。